这儿都面目全非了，你还能这么自在的下棋？真要遇上什么祸事，谁躲得掉呢？怎么样，来一盘吗？还请手下留情了。请。 兄台棋高一招，俺自叹不如。承让了。
洪兄可晓得其他棋手的消息？新爷一带，估计没了。向北吧，昆阳的元让，我曾与他接触过几回，棋艺是好，就是人开朗了点。明白了，多谢洪兄。